不允许你们到市面上吃这么贵的螃蟹，来我家吧，一只才，70块钱。太香了它，哎呀，这么好的冰螃蟹，你说咋不吃呢？你要想不明白了。哎呀，鸭蛋黄的颜色，哎呀，特别香。如果你喜欢做咖喱味的，做麻辣味的，还可以去自己烹饪一下啊。来我直播，正在直播。